这个是我的旗袍店，不是我开的啊。我的旗袍店怎么说，就是我在上海的旗袍都是一家店做的。你看店上所有的旗袍都是出自己家店里边。喜欢哪个拿出来试一下，试一下。桑尼啊，我给你选一个啊，改良的，你随时可以穿的，进去试一下去。你到这里面来试。我看看，接琼穿这个，江南女子的。这个很漂亮。好的。这小大衣很好看吗？谁穿好了？我看看，大美人出来吧。来了。好看吧？你看多好看呢！你的肤色衬这个是最好看的。来，出来了，大美女出来了。哇，好看吗？哇，好好看。这个好看，绝对好看。她那么瘦，穿绝对好看的。嗯，就差你了，你也试试吧。给你找一个吧。男。我给你找一个。男。我一定要给你找一个高秋子。嗯，他的码子都是小码吧，我穿不下。你怎么会穿不下？你穿得下。这个有肥一点的吗？这个他就可以啊。可以的，这个可以的，穿试试。我帮你。来，我看看秋子。出去来，出来，让静老师看一眼。好看呢，多可爱呀！你看啊，多乖呀，肩膀那块多可爱呀，肉嘟嘟的。哪看见肉了？哪有肉啊？很好看呢，多好，多乖乖呀。好看，很可爱呀。你可以驾驭旗袍的。哎，我觉得我们有一个红色小上衣，一个裙子，她穿一定漂亮。我拿给你看一下。拿，对对对。这套红色需要有特定的场合，她穿起来一定好不看。你穿上试。我吗？对，这是要嫁出去了吗？感觉我要嫁出去了。哎呀，小美女来了，你看，好看吧？啊，你要嫁出去了？好看，好看的，好看的。我感觉我来这节目第一天就在给我催婚。挺好看的。你这么穿多好看啊！等你婚礼的那天，你可以考虑这么穿。好看的。看把他给高兴了。来，你们三个站一站。新娘与伴娘，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三个人的婚礼。几件都试一下。黑的来了，多好看呐、啊，多高级啊！对呀、啊，那试试这个，绝对好看。把那个小大衣给他拿下来。哦，有点感觉。是吧？好看吧？好看，干干净净的，对。好看，多好看呐、啊！哦，好可爱。他们美够了，饿了，吃完旗袍该吃饭了，也不知道他们。